手臂加长的概念，对，因为它在里面，它在动的里面。小心要对准在按哦。哎，我有点害怕。等一下，它撞到它是正常的。掉了吗？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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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下面，在下面。它有上面这里的。你要冷静一点，有没有想得很专业？冷静一点。很大声哎！哎，你尝试一次，这一根，然后完全不要叫。哇，你试试看，完全不要叫。 好可怕、把这个钢索剪掉。好，钢索它就是剪更硬的，对不对？我想试试看哎，蛮疗愈的。哇，是那你叫钢，你看头很重，好可怕。好，可以。你给他。不要这么害怕，我很害怕，我脸很贵。啊！哈哈哈！按进去哦。好。 把这两卡插销拿起来，插销拿起来，然后水箱就可以拿掉了。对，OK。等一下，我家冷气机的那个。我尿尿了。好好好。哎，我会不会滴到你？我帮你问。你刚刚滴到鞋，就变尿尿滴到鞋，打工字典。啊，这就是备胎。感情里的备胎就是这个。是这个啊。而且你是见不得人的哦。平常。 你平常都在这个板子下面的哦，真的？难道你是？好哎，进去吧。太难过了。对不起，我们内心戏太多了，对不起，师傅。现在把备胎取出。好，把备胎取。备胎要重见光日了。哦，我帮你拿出来。可以。哇塞，备胎真是比较好哦。哎，可是如果我在高速公路遇到事故的话，那备胎就直接从那边拿出来就好。对对对。哦。 啊，不然去哪里？旁边就可以。好好好，什么事？千球小姐。哎，这真的很重，你把，我好像星星哦，这样吗？对对对。好。哇，那你进去吧，拜拜。我们合作无间，对吧？好。掉了，你要不要踩椅子？不要。 这根怎么那么好剪？啊，因为那个是不同的，那个是油管。啊，我剪错了。剪对，两个都要剪。哦，两个都要剪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好，没了，这里没了，那就放着就好了，就不用把它拆回去。不用。好。好。好。对。没事，什么要拆？哦，这样就拆好了。那拆完了，我们拆完了。哇，我以为还要把这车门拿什么全部都拆掉。